彩妆师熟练的手法为模特儿上妆。来自南投县仁爱乡马列巴部落的彩妆师刘杰慧，经有人介绍到兰屿发表新书，并在现场分享在国外创业奋斗的过程，启发更多的族人勇敢实现梦想。我们要保有这些文化呢，就可以要让这些文化怎么去走向世界。那也是鼓励这边的年轻原住民朋友呢，能够如果有梦想就去追，不要害怕，去做就对了。真的很励志，所以我决定买一本拿尔米的书送给我的女儿，她也很喜欢彩妆，希望有 push 她可以走上舞台。国际彩妆师拿尔米刘杰慧常年旅居在海外，目前定居美国纽约。他将自身的时尚观察、工作经验及创业旅程写成一本新书。同样身为泰雅族的刘文凯也前来莅听，并在现场表演一段口簧琴的表演。来这边来帮他加持，那我们也代表泰雅族群的文化能够融入在他的发表的过程当中，有元素能够结合原住民艺术的一些歌谣啦，或者是乐器的演出这样。拿尔米带着新书到兰屿，期盼将自己的心路历程激励有梦想的族人，勇敢克服种种挑战，运用在地文化元素，创造更多元的可能。原视新闻小马尼克大盛台东兰屿采访报道。